朋友小鹿姐姐。在《说文解字》当中，关于父亲的父是这样解释的：父，举也，家长率教者。意思是父亲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更多的倾向于制定规矩，引领子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爸爸在育儿当中与妈妈平分秋色，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教育子女这项非常重要的家庭事务当中，而他们引领子女言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自身的宝藏也越来越多的显露了出来。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将为大家介绍一位宝藏爸爸，他是一位配音演员，但是众多人生角色当中的一个，我们将逐步解密，看一看这是怎样的一位宝藏爸爸。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好好的来聊一聊我的宝藏爸爸，也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关注快乐大巴号，边看节目边参与我们的直播活动，也请各位啊在评论区为我们写出你有一位什么样的爸爸。首先呢，为各位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著名心理专家黄征博。大家好。我觉得要说到宝藏爸爸，首先得是妈妈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一个宝藏老公。接下来呢，为各位来介绍一下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霍小雷。快乐大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啊。之前小鹿姐姐的开场介绍，我一直以为介绍的那位宝藏爸爸是我自己。宝藏这个词啊，在这个特定的语言环境当中呢，是指看上去啊平淡无奇，但是当你和他接触的越多，你就觉得越像宝藏一样想去挖掘它。那么今天我们为各位请到的这位特邀嘉宾又会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未满七个月就出生的早产儿，却在17年之后的北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第一次的奥运之旅就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有请体操奥运冠军陈一冰。锻炼身体，那个时候别人的孩子都是家长骑着自行车带小孩去训练，而我爸爸呢就是自行车带着我去训练。什么意思呢？我爸骑着自行车，我就跟着他在后面跑，这是为了能够提高体能。我每次都能看到路人们一脸的欲言又止的样子，感觉他们特别想提醒我爸，你的孩子是不是落在后面了？但是我爸其实是特别不在意的，人家还没有出生他已经骑走了，也跟着跑远了。只要我爸在，我就别想轻松。我爸对我的要求没有四舍五入，不管是多少都得入。回家完成教练的训练任务，本来呢教练要
欢迎体操奥运冠军吊环王一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赵可，一位年轻的配音演员，一位活力十足的奶爸，一位激情四溢的运动爱好者，这样一位爸爸凭嘛的呢？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吧。有请宝藏爸爸赵可一家，欢迎你们。小鹿姐姐好。赵可好。志梅好。洋洋好。洋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身边的两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赵周天阳，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欢迎。好，大家好，我是赵周天阳的爸爸，配音演员赵可。可能第一次看到我的样子啊，但您一定会听过我的声音啊，比如很多电视栏目配音啊，还有现场的一些晚会的话外音，还有纪录片电视栏目等等等等。对，比如像我们今天参与的快乐大巴。对，欢迎来到少儿频道快乐大巴。快乐大巴，一起快乐出发。这马上就特别亲切了，雪梅，大家好，我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对，雪梅是我们同行，都特别的熟悉，那平时呢，因为就是咱们职业比较特殊，所以在家里是不是跟洋洋也经常会这个玩这样的声音扮演角色的这样的游戏，或者在这方面着力的培养他呢？对，其实平常会有一些小朋友的一些角色哈，我都会叫他来参与，而且有时候他配音的时候还很会给我很多启发。真的吗？对，我会觉得他那个可能是更高级的、更自然的、更真实的、更漂亮的。哦，那洋洋给哪些角色配过音，或者有自己的那个朗诵，能给我们来两句吗？他前些天呀，正好给少儿频道一个叫《古诗里的四季》配了一个诗的一个宣传片，叫《小池》。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哎呀，太动听了，最美的童音啊。那听说呢，这个赵可啊特别特别的爱运动。你呢，据说是这个配音界里最能跑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都喜欢哪些运动？这事儿就不谦虚了，就是我跑马拉松还行。对，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配音界跑马拉松人太少了，所以这个头衔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珍贵啊。那么爱运动的你，怎么带着女儿一起运动的呢？其实说实话，就是带着她一起陪我玩。对，我觉得我玩得挺开心，洋洋也玩得很开心。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培养孩子一些叫什么感统能力，是吧？刚才一斌哥哥一说，然后我突然想，哎，这个我们家也有吊环，然后也有单杠，从小就让他玩，上面两根吊环那个带子大概可以转几十圈，然后他脚一离地就自然的转起来，然后他转几十圈下来之后还能走直线，还能跟我打拳，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从小的一些无意中的这些锻炼啊，对他一些身体协调能力啊，一些感统能力确实有帮助。太厉害了。那今天呢，体操奥运冠军陈一冰叔叔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而且呢，陈一冰叔叔是有名的吊环王。怎么样，洋洋，我们跟一冰叔叔来一个这个吊环互动好不好？好，来，有请一冰叔叔。Hello。刚才说了，洋洋臂力也是可以的，从小爸爸教着练。那今天呢，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出现在你面前，我们呢给你计时，看看能坚持多久，好不好？给我计时吧。不是给他计时，一定有压力了。好，预备，开始。这个真正考验的开始。我今天是一个我。对。别这30秒，来，队长，耶！我觉得他的臂力也非常强，非常棒，是吧？他这个悬垂一看就经常练，很多小朋友他自然的反应是垂钓的时候，他一般都会下意识的胳膊会弯曲使劲儿，就感觉很安全。但他钓的时候，这其实是越放松，
握力其实是越有助于我们悬垂的。哦，并不是说上去之后你这样的话曲肘了就会很累啊。哦，对，所以看他的这种小细节就知道他平常在家里经常练。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谢谢一冰，谢谢谢谢谢谢。那想问一问洋洋，爸爸都带你做什么了？跑步、打拳、打羽毛球。哦，这么多项啊！爸爸带你，比如说跑步和这个跑山的时候呢，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不觉得累啊？不累，爸爸会背我。就这样，他说我背着他是因为就是我们会跟几个朋友啊，也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然后印象难度还比较大，然后对于小孩来说啊，不能一直顶着他的心肺和他这个力量一直能坚持上去，所以为了跟上大部队，然后也为了让他不要这个那么快的就爆掉，所以我会这个抱他一阵儿。那想问问妈妈有没有担心说，哎呦这孩子你看下山的大坡，这个摔个跟头怎么办呀？会不会坚持不下来？担心？肯定一开始会有担心的，洋洋也会累，然后呢他扛着他的时候也会汗流浃背，我那个时候肯定是很心疼的，我说洋洋下来自己走一走，然后他可能就能喘一喘气，但是你会发现洋洋即便下来走，他那个小步子一直是紧追所有的大人的，他是不想掉队的，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对孩子其实是一种锻炼，对孩子内心的那种自信心是极大的一个鼓舞。没错，所以后来我也就变成了他们爬山队伍当中的一员啊。那刚才说到呢，爸爸在家里呢跟你还做好多的这样的亲子互动的运动，并且呢还要拳击，这样我们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好，来，好吗？来，我们打个拳吧。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在家里怎么跟爸爸这个拳击的。获胜是这样的吗？那小雷和金豆要对打一下好不好？来，我先防守啊，来吧，啊，哎呦，哎呦，哎，他劲儿真大呀，哎，哎呦，勾拳，哎呦，勾拳，哎呦，哇，摆拳，哎呦，摆拳，右摆拳，右摆拳，哎呦，左摆拳，哎呦，要进攻了啊，防守，要进攻了啊，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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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拳，摆拳。来勾拳了，他马上要勾拳了。哎呦，他马上就能做判断，马上就马上能做判断。金豆哥不用这么小心，可以稍微用点劲儿，没事。不，不用赔，没关系。但是我跟你说，他劲儿可真不小。我第一下的时候，你们说开始的时候，直接一个拳过来砸到我这眼眶上来。哎呀，小雷哥哥不信，工伤，完了，伤了，打伤了。小雷哥哥不信，你让他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好，洋洋开始进攻，小雷负责防守。啊！哇哇哇哇！用力！哇哇！哎呦呦呦！哎，非常大吧？别说啊，刚才这一下，我现在手都是麻的。
他平时打人的时候，对他力量确实挺。哎，就刚才那一下，就是你不背的时候，他打那一下是挺重的，真的挺重的。这练过跟没练过真的不一样。可能不光来源于这个平时打拳，就是他从小这些吊环呀、单杠啊，然后这些练吊环练臂力啊。对，获胜方就是洋洋。哎呀，好厉害！谢谢小雷哥哥、金豆哥哥。那听完了这个赵可宝藏爸爸的花式带娃，我不知道我们现场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赵可真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宝藏爸爸，你看这个和女儿平时的互动，然后和女儿一起来用这种声音，然后陪女儿慢慢的长大。那我不知道几位啊，对于这种花式带娃，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花式带娃，我觉得首先得是夫妻双方对于育儿的理念特别的一致，因为在今天的这一个社会上边有很多种选择，我们也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不同的这一个资源。花式带娃主要是注重孩子的精神世界的丰盈，注重生命的体验。很多人都是因为我是奥运冠军，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啊，对于女儿是不是有体操方面的训练。但是其实我是比较尊重孩子的发展规律的，比如说体操是适合小龄的，那孩子2岁到4岁到6岁之间，他这个杆桶的能力、翻滚对他来说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本身体操里面就有侧滚啊、前后滚啊，我就会让他接受这样的训练。那小雷，我看您的女儿呢和这个洋洋应该差不多大啊，你平时在家的时候是怎么带自己娃的呢？从我闺女一出生开始，我也就经常陪她玩一些好玩的，其实从她爬呀，包括开始学坐什么的。然后她特别小时候，我给她买那个足球的球衣，带她去踢球的，因为我喜欢踢足球嘛，去现场，然后带她去玩一些。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就是父女之间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可能跟妈妈之间的那个感觉还不太一样。小雷说这点特别的对，以前呢我们也说过，就是在娃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父亲在这个陪伴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他占有主要的角色，如果要是陪伴女儿长大，将来这个女孩呢会更加的阳光，更加的自信。如果男孩长大，这个男孩长大之后会更加的勇敢有担当。所以刚才这种互动真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一丁小的时候也是参加了非常正规的职业的训练，那你小的时候应该受的那份苦应该会更让你终身难忘。对，我后来走的算是竞技体育了嘛，所有动作从不会到会都是上万遍的重复，那其实每天都面临的就是不断的重新开始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然后其实就是从小就学会怎么面对输，然后面对各种的伤病困难压力。所以对于我来说，现在面对一般的挫折，我觉得会有更强的这种的心态，然后承受能力也更强，然后也更乐观一些，这可能是体育带给我的。然后我爸这一路上对我更多的是鼓励和坚持吧。像我们的家庭，爸爸整个一家都非常这种积极阳光，这个可能对孩子的塑造就非常非常棒。其实呢，我特别想问黄博士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这个宝藏爸爸？如果我没有像赵可身上这些本领的话，那我就不能成为宝藏爸爸了吗？其实啊，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藏。我觉得在赵可身上有这样的一股劲儿，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他非常相信他内心的这一种体验，他相信他自己生活的乐趣，他会觉得自己能够去把握自己的人生。所以呢，这一位宝藏爸爸给洋洋带来的是真正的对宝藏识别的能力。爸爸传递的这样的一种自信乐观的生命的态度，可能让洋洋之后自己也能够发现自己的宝藏，成为一个宝藏女孩，拥有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好，真好。以前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男生是这么说的：爸爸，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多陪陪我，如果你再不陪我的话，我就长大了。看到这句话呢，真的有一点小小的心酸，因为我们的家长他们作为社会属性人，他们在外有着自己的职责。那么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想邀请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爸爸多抽一点时间陪陪自己的孩子，努力成为孩子心目当中的那位宝藏爸爸。没错，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宝藏爸爸。赵可一家呢以这个声音助长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所以呢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跟声音有关。好，为大家读一首诗吧。好，掌声欢迎。
目《快乐大巴》更精彩，欢迎大家拿起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快乐大巴》视频号，成为我们的粉丝，更多精彩等着你，全家一起乐翻天。快来预约我们的直播吧，一起抓盲盒，丰富多彩的礼物让你爱不释手，一起进入我们的云面试，成为场外连线幸运观众，赶快来报名哦，让我们大家一起进入快乐云游，在云端嗨起来。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今天的幸运家庭。菲菲你好。你好，欢迎你。那菲菲和爸爸是哪里人呢？西安。西安。好，他们说西安话那个有两个字啊，最能表现这个陕西人的那种豪爽，就说咋没事，你咋了没事啊，谢谢啊没事，哎呦对不起没事，是这样吗菲菲爸爸？是的是的。小姐姐你是不是陕西人啊？呀不是吗。好，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两组家庭，菲菲和爸爸，洋洋和爸爸，一共有三个任务，我们看一看哪组家庭完成的好，就可以获得快乐大巴的专属礼物。请听好，第一个任务就是请两位爸爸轮流唱出带有女儿名字当中任意一个字的歌曲。赵可开始。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天可以吗？好，赵州天阳有天，没问题。来，菲菲爸爸。亲爱的你慢慢飞，欧阳菲菲。嗯，第二首。喜羊羊美羊羊，对，反正有羊了啊，有羊了。来，菲菲爸爸。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哎，我想到的也是这个歌。哎呀，下面这个游戏很有难度啊。那菲菲的爸爸呢，有可爱的女儿菲菲，洋洋的爸爸呢，有这么可人的洋洋啊，都是长头发，如果哪一天起床恰巧妈妈没有在家，那肯定是要给这个梳梳头啊，扎扎小辫儿，对不对？还用找吗？女儿小雷，小雷女儿。这样吧，咱们四位爸爸一起完成这个游戏吧，来来来，我们没带女儿啊。我们这个现场有特别可爱的别人家的女儿，来有请两位小朋友。这个道具刚上来呀，一冰就过来了，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熟悉？咱家女儿有吗？有啊，我看见喜欢的我就买。真的吗？爸爸负责买的。对对，我也买特别多，我就是看到喜欢的我会买很多个。而且是一个盒一个色系，对对。是不是那种一个大塑料盒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对吧？对，哎呦，这各家道具都挺多的。那平时给女儿梳过头发吗？梳过，但是就是没有扎过。啊，为什么不扎呢？都是披着。因为我女儿是腮卷。所以他那个，我觉得他披下来以后，他正好有那弯儿，很好看。好，那这样，菲菲的爸爸和洋洋的爸爸呢，我们得给增加点，是要把这个小辫儿呀都给编起来。那这边的一冰和小雷呢，我们这两位特别可爱的小观众呢，你们就梳一个你们认为特别适合他们、特别漂亮的发型就好，好不好？就可以了。对，好，预备开始。内容不一样啊，你们这是造型啊，我们这是编辫儿。对，因为这两位小顾客都是你们特别熟悉的，所以你们要给他们梳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发型。你先紧着一边。黄老师，我下手了啊！不用了，千万不要那个什么啊！小雷准备给梳一个什么发型呢？这个先还不知道，看这个先走着来。这个特别专业的，一般就像我们化妆师一样，就不用梳子了，都是拿手。妙妙的头发已经很柔顺了，所以基本上不用。我们这位点点小朋友呢，我们是专门为一冰挑选的，因为呢他的耐受力特别强。你看，梳吧，不管你给我梳什么样。啊，第一个。板子头啊，哎，这儿一定要注意，还要留出一撮，显得比较随性。我怎么觉得你给造这个造型特别兵马俑造型呢？不，在你看在家的话，如果头发老披着散的话，很容易沾到菜汤里啊。咱最快速把头发简单处理，就这个造型是最好的。那我准备换第二个了啊，我准备换第二个。哎呦，一冰，我觉得你这个吧，虽然就说这个碎发没有梳起来，头发也没有梳通，但是你的装饰性特别好。全靠装饰。菲菲爸爸一看就平时经常给女儿梳小辫儿。
也不经夸，这个时候好像稍微有点这个好像有点散，好像有点散。但菲菲头发真多呀。对，头发多其实不好打理。关键弄完之后，菲菲自己还得看一下，看看合格不合格。来，我这个第三个梳好了马尾啊，尽量要往头顶往上梳。妙妙觉得刚才小雷哥哥梳的这疼吗？很疼。那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觉得疼呢？一直在忍。我不想让观众以为我特别疼。上镜头的话就得给观众留个好印象。为了我的表情管理很到位，我很疼，但是你们看不出来。我们问一问点点，现在虽然没有镜子，但是你觉得这个一冰叔叔给你梳的好看不好看？我觉得是好看的。你从哪方面觉出来的？因为如果梳的不好看，那怎么拿那梳呢？哦，还好没有镜子。我告诉你，你是现场拥有最多发饰的姑娘，就是梳不通发饰来凑，知道吗？带了好多个卡子，特别美。这边怎么样了呢？对，已经第二个辫子了。平时没编过是吗？对，我给他只梳过两次那个大马尾。然后幼儿园的老师跟我说，他梳完以后，老师要重新再给梳一下。我告诉你啊，我们编马尾的时候都是这么编的。对。对呀，这还用那么慢吗？这不就三下五除二的事儿吗？你是放慢动作。我比较细。而且他的手指很僵硬。对对，你看。这是不是感觉放了快放的速度啊？好了，扎皮筋儿吧。哎呀，谢谢小姑姐。如果照你那速度啊，这上小学早晨起来不迟到都难呢。四点起床来得及。我觉得菲菲爸爸呀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到了菲菲的发量特别多。我们看一看正面。哇！虽然左面比右面略高一点点，但是可以忽略不计。我是第一次编这个麻花辫儿，然后这边第一，这是第一个，可能这个太松了，没有劲儿。到第二个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点经验了，就每一个压的比较实，所以看起来就压的比较实，有质感。我怎么觉得分的有点左右不均衡，但特别棒，而且发饰挑的也特别好。菲菲，你满意吗？不满意，没有得到这个小顾客的认可。但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就是爸爸说了，第一次梳成这样已经特别棒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爸爸，觉得都特别好。给女儿梳头发呢，可能就是女儿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很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从这个微小的部分呢，既是跟孩子这种亲密互动，同时呢，也体现出爸爸对女儿的细腻的一面。生活当中就是由这些宝贵的点点滴滴呢串起来的，让我们珍藏这些宝贵的瞬间吧。谢谢几位爸爸，掌声送给你们。好，谢谢。两位爸爸都非常棒，我们把快乐大巴专属的机器人送给你们。好，谢谢小鹿。哎，那我们场外的菲菲一家呢，也将会通过游戏的方式得到我们快乐大巴送给你们的精美礼物。谢谢菲菲和爸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见啦。再见，谢谢。我们平常呢经常说父爱如山，这座山呢是给女儿依靠的山，这座山呢是可供我们挖掘的一座宝藏之山。那么赵可他对女儿的期许又有哪些呢？他把一句又一句的心里话写在了一封家书当中，一起来听一听。
等等。但是这些技能，我并没有像其他的虎妈、狼爸那样，一定要要求你要做多好。相信你最需要学会的，一定不是弹琴和跳舞这些事儿。你的爸爸。开心快乐的长大，但是请你慢一点长大，应该是每一位宝藏爸爸发自内心的一句心里话。我想，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为一个问题呢纠结过。教养孩子究竟是应该照书养，还是照我们的父辈传授给我们的经验来养呢？我想，给孩子最好的教养方式，就是独属于我们家庭的、独属于我自己孩子的教养方式。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时，能够挖掘出我们自身的潜在的闪光点，那么我们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宝藏。祝福每一位爸爸，同时相信你们都是一位宝藏爸爸。谢谢大家来到今天的，下期节目再见。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来，洋洋小朋友，我们要去哪儿啊？去绿地。好，今天要录什么呢？不知道。今天要录小屁孩日记。6月10日，星期四。星期四。乌云像锅盖。乌云像锅盖。压在头顶上。压在头顶上。我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本书。我手里紧紧攥着一本书。攥着攥。对，攥。可是声音就像堵在了嗓子眼儿，怎么也叫不出来。怎么也叫不出来。哎，你怎么出声了？我做梦的时候也有这个。真的呀？想叫叫不出来啊？啊，那你想想做梦的感觉再说一下。